大家好，我是佑哥，这场是阿兹卡非常可爱的万圣节造型的实战解说。首先我就问你各位，你觉得阿兹卡这个造型到底可不可爱呢？我自己觉得非常可爱耶，你觉得可爱的话可以在留言底下分享一下哦。如果你是像我这种可爱控啊，或者是拥有小资的话，我觉得阿兹卡这个造型是必买无误的。尽管说它只能存放在仓库里面，可能出场率不高，可是我还是觉得我一定会买，因为它真的太可爱了吧。它放在我衣橱里面赏心悦目，我都觉得非常可爱，感觉不出来它有吓人的 feel， 你知道吗？真的感觉不出来，它完全就是哎，整个可爱风。当然，如果你没有拥有小资，就算官方卖一点券的话，我猜你还是不会出资。所以这个价格方面，我觉得已经很佛心了。因为我本来想说，阿兹卡这么可爱的造型，可能会摆在夺宝里面，但是我觉得官方可能会怕这么边缘角色，应该不会卖得太好。然后那个夺宝应该不会有太多领金，不过没想到阿兹卡这个造型应该卖翻天了吧？虽然它只要510，但是对于小资来说，可能510会觉得贵啦。像那个盛典啊，375你就觉得很贵了，但这个510你就没话说喽。当然，这个阿兹卡呢，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是必买无误的，真的。然后阿兹卡在5打5里面，不要小看他的技能组，其实真的都是很痛的。这一场呢，我们特地拿了一个逆风场来做一个解说。如果你跟我一样觉得阿兹卡造型很可爱的话，麻烦帮影片点一个大大喜欢吧。在这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马上先来介绍一下这一场的出装以及奥义。在出装方面，依然会选择大法球起手。那当然，有出大法球，一定先出完小法球再出鞋子喽。接着是爆裂啊、皇冠，还有穿透装备。其实这套装备完全就是走一个输出流。那你可能会说，阿兹卡到底适不适合出冰杖？我觉得非常适合。不过我走的是完全输出流啊，爆炸直接一套下去，直接可以带走一只软皮角哦。再来看到奥义部分，我带的是10个荒芜、5个精灵、5个血魔，还有10个密咒。那这个血魔的部分呢，因为阿兹卡到后面他的二技能蛋蛋会到处弹，所以吸血量还是蛮可观的。这边在一个快转之后呢，比数已经来到了2:8。嘿，对，这边在中路合到了一个会战，金娜首度开启他的大招，哇，轰玛丽 baby 轰！那这边直接拉走去，然后还被艾瑞贴一个大招，哇，丢狼哦，好险辅助给我一个护盾。这边在后面不断 poke， 哇，有点吓到我了。因为刚刚那诺可西拖着艾瑞过来，然后一直靠近我，我血量这么惨，真的有点吓到我喽。不过这一波我们赚了一颗人头，是一个3:8喽，瘦的嘞，3:8，很瘦很瘦。阿兹卡他的二技能真的是很痛，所以这一场我也是主点二技能。他的懒蛋要弹来弹去，要噔噔噔噔，那个音效也是蛮好听的。所以我阿兹卡我特别喜欢开那个音效，然后呢，我特别喜欢听那两个字，有没有跟我一样？杀灰，这边我懒蛋一直弹 ，OK， 成功击杀掉对方夜叉。这边比数终于来到4:8。我说过是一场逆风开局，更可以看出阿兹卡他在逆风的时候到底伤害可不可观哦。这边我再弹，好的，稍微清理一下兵线。阿兹卡他的被动啊，我觉得非常好玩，就是他只要累积3次技能打在敌人身上的话，对方就会被我石化不动，有点像是貂蝉把人家冰起来完全不动的啊，冰雕斩。那我这次直接把人家变成石头，我觉得阿兹卡的技能也是非常好玩。接着是他的二技能呢，最多可以弹到同一个这个敌人2次。两次的话，接上我们一技能就是直接石化，有没有？直接石化，超猛！来到中路，阿兹卡唯一的缺点，我觉得是他走路太慢。然后为什么？我一直觉得啊，阿兹卡在于这种职业联赛或者是一般场不常出场，原因是他对于单体的打击能力太低了。因为他的二技能大家都知道要一直弹，可是如果今天我们面对1挑1的时候，他没有东西可以弹。
除非旁边有小兵或野怪让你弹。可是正常来说，一挑一向河道啊，没有东西让你弹的话，阿兹卡你就死去吧。游戏进行到了将近八分钟，哎，这个比数从一开始2-8进行到了7-8喽。这边开一个大招，这大招非常 very good 啊。这边再进行一个追击，纳克罗斯 go go go。这边碎啦，纳克罗斯刚还没有死掉，不过后面有一个勇 ，OK， 没死就好啦。这边我的比数呢来到了9-8，是直接哇，我们直接干2-8变成9-8，就知道说其实阿兹卡在团战里面，只要敌人两只站在一起的话，这个伤害量跟这个石化跟控制呢都是非常足够。他在一技能呢，哎，这次的造型一技能会比个6666666，让阿兹卡在这个战场里面表现得更溜。嘿，我们这一场的辅助是维罗，想不到吧，居然是维罗打辅助。虽然维罗在这一次的新角里面他应该算是二线角色吧，我觉得啦，我个人觉得这样子，但是呢他在输出方面还是蛮可观的。因为维罗啊，他这次角色蛮尴尬，就是要出输出的话就没坦度，要出坦度的话就没输出，然后也没什么太大控制吧，我觉得啦，因为大招太容易被断。这边是一个非常贵的团战，而且对方集结都几乎黏在一块，让我的二技能可以无限弹来弹去。那我们再回补一下上路的兵线，稍微赚一点钱吧，收个税吧，不然这个不收税的话，阿兹卡到底要怎么肥呢？这边巧遇了这个夜叉，而且夜叉刚才被我石化，有没有看到？他应该是想要打那个诺可西，因为毕竟诺可西的状态不是太好。那这时候再回到松露去守兵线，阿兹卡啊，其实他不用太大的什么一些技术还是技巧，其实他就是技能要放对位，然后他二技能要控制方向，尽可能的二技能要弹在就是有可以让你弹的地方啦，不要说你二技能一直去打在旁边没有站人的东西。那这边一个团战，一技能6666，一个二技能弹来弹去，再放一个大招，金娜差一点死去，有没有？这个伤害量你敢信？所以阿兹卡在5-5里面，不要再说他没有伤害了，也不要再说他没有控制了，他其实有伤害量够，控制也够，只不过就是可能是之前的造型不美观吧，我觉得是这样啦。再来就是他机动性不太高，看到上路有一只夜叉，有没有办法赚个助攻呢？来来来来来，维罗你跑很快、欸、等等我马上到啊，维罗我也要人头，哎呦哎呦哎呦，一个大招哇，擦肩而过的大招，不过这次有拿到助攻的，还行。虽然这个版本啊，助攻真的是没有太多钱，顶多10几块20几块而已，我觉得真的很穷，我觉得真的不行。哦呦呦，怎么会有赖嘞？那这边上路兵线已经进了，不过我们蓝量有点不太足够，可是我们看一技能那个刀锋就已经快残了，再放一个大招，再用二技能，哇，我大招哇飞好远好高哦，我大招有看到吗？刚刚二技能啾，哇，一个抛物线哎，有点像是凛凛的普攻，一个抛物线。好的，那这一波呢，我们成功的拿到非常多人头，并且拆掉了很多座塔，那再来到中路守一个兵线。阿兹卡、啊、他在这个版本里面，他在随机单中真的是非常强势，所以这一点也是为什么官方一直在5-5里面他不更改阿兹卡这个角色。那这边中路一个团战，我们先收掉对方的勇之后，被对方刀锋直接贴脸一个大招，这边看似是不太能够打的呢，这边一技能哇完蛋，真的是不太能够打，刀锋直接刷起来。因为阿兹卡这个角色如果他在改强的话，那随机单中就会变得太过于 OP， 因为这个游戏啊，它有非常多种模式，然后如果今天为了5-5改强的话，别种模式就会过于强势。但是我觉得还毕竟传说还是5-5为优先嘛。这边纳克直接被射到惨啊，666，那我们只好用一个一技能比个6吧，一技能哦，6到两个人，再二技能弹死对方的金娜，看是金娜的佛书会弹还是我的阿兹卡会弹。我觉得阿兹卡这角色有点长得像那个白色那个什么啊，晴天娃娃，我觉得真的蛮像的。这一波对方是一个 S 一个团灭，
OK， 这一场就是在前期的一个逆风场，2-8打到这一场，我觉得非常不错，就是推荐给大家咯。那阿兹卡这个角色目前是卖510点券，我觉得如果你还蛮喜欢可爱类型的话是可以买的，因为阿兹卡你看伤害全场最高，不开玩笑，真的。那这一场就是阿兹卡万圣节造型的实战解说咯，记得给我一个片一个大大喜欢，我是佑哥，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咯，拜拜。